幫親戚買嘅最主要係係係兩隻4580好似，好似隻大嗰隻係安帕文係好似出面冇乜貨嘅，咁之後呢隻大黃蜂就限量嘅。對過去舊年疫情嗰年啦，今年係好咗嘅。咁因為舊年我哋嗰個入場由75%減到50%，而今年係維持住80%，咁啊變咗會好好多。我諗相信會有3倍嘅增長咯。如果計我哋自己嚟講，因為其實而家香港人過去嗰兩年幾啦，個疫情問題大家都注意個衞生健康啊各方面，咁亦都有保持社交距離。咁我相信對於今次個動漫節嚟講，影響唔會大嘅。其實我覺得本身台灣和日本一直都有這些規例的，咁我覺得現在香港開始有這個規例，其實都是保障一些 cosplayer 啦，因為其實都是擔心他們可能會走光啊，或者是會有行動不方便咁樣，所以我覺得都其實是好事來的，保障大家。